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，温弘阳打完首局后退赛，周天成晋级16强。首局开局，双方比分互相拉锯至9平后，温弘阳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周天成追至13平后开始反超，也是1-16拿下首局。首局结束后，温弘阳宣布退赛。